港天王刘德华巡演来到四川成都，精彩连连。十月底将站上台北小巨蛋，天王魅力相当惊人。这次购票采登记抽选制，共84万人次登记，抢购4场，共4万张门票，中奖几率不到5%。8月31号中午11:28后，中签民众将陆续收到简讯或 email 通知，也能在售票系统确认。然后我就抽中了4800的这一区，然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付款的证明，要付多少钱，然后我的位置在哪里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但如果你的取票状态是一条杠，抱歉，你共估了。瓦扎耶喊话，很想念大家，知道这么多人来登记看演唱会，很感动，将会以最诚挚的舞台呈现给大家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让我一生不后悔。老天小七，你说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有了他说谢谢你的爱什么，反正他的歌很好听。张学友、刘德华接力来台开唱，郭富城也宣布12月要公蛋，现在就只差黎明就能搜集到4大天王风采。东森新闻王振宇、王兴化台北采访报道。